平安，欢迎收看好消息国度报道，我是陈凯丽。首先来看本周重点提要，全台庆跨年银曙光纵整报道，本台电视跨年祷告会各教会线上同步，六龟幼儿园新家落成数算65年的恩典，阅读力下滑，读经面临新挑战。KTV 网络原声节目今天不讲理上架。最后，我们要带您来认识圣地面面观，分别有犹太光明节以及以色列死海古卷。岁末年终，大部分的民众都会关注跨年夜的行程。除了庆祝烟火之外，全台教会也举办各样的跨年活动，和弟兄姐妹一同用祷告来迎接2020年。绚丽的烟火总是跨年例行的重头戏，而台湾众教会也在跨年之际点燃另一种火，用祷告眺望2020年新的动能。天色刚亮，新店行道会美和堂外的广场聚集百人参加元旦升旗礼拜，齐步立正敬礼，仰望国旗缓缓升起，在一年之初为国家祷告，并向神献上感谢。在这样升起的时候，是用祝福这个国家来开始一年的生活，也把弟兄姐妹一起带到上帝宝座的前头。我们祝福台湾要变成一个福音的良田，福音的沃土，祝福台湾变成是一个上帝所喜悦的地方。参与会众里近50%是年轻的脸孔，在牧长的带领下，为着台湾接下来的选举和未来的发展祷告。那我们教会也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也期盼着让我们所有的青年人能够知道怎么样子为着国家祝福，不只是爱自己，也要能够爱国家，为着国家祈福祷告，要看见国家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镜头再转到台南黄金海岸方舟，近300个跨宗派教会的弟兄姐妹联合举办跨年祷告会，一同祷告，互相祝福，要让合一的精神传递下去。几个不同的教会，我们这样子一种彼此立约，彼此的合一，成为一个合一的身体的时候，我发觉说神的真的把一个权柄在这几年当中好像放在台南，也在放在台南这个合一的教会当中。教会祷告的火也许不如烟火绚丽璀璨，但将会持续燃烧，在新的一年依旧温暖，继续照耀。风景优美的东北角新建了一座祷告山，免费提供众教会来使用，并且在元旦正式开幕前举办了一个跨宗派的跨年银曙光祷告聚集。来看看这则报道。2019跨越2020倒数时刻，有一群人在海边以晴雨炉的敬拜祷告来跨年。这是来自台北、基隆、东北角跨宗派教会300-400人共聚一堂，在台湾东北角祷告山所献上的感恩祭坛。期待这里成为一个最吸引神目光的跨年活动。我们也宣告2019年也是台湾两岸分治70年，旧事已过，那被掳压制的在耶稣基督里面都要破除掉。我们宣告，我们又祷告迎接全新的2020年。进入到2020年的时候，真的是在为台湾这块土地，为华人，为我们这边的领导人，为总统选举，为我们这边这块土地的年轻人这个世代的这样的一个整个，我觉得在接下来这10年是很重要的。然后我在看到大家在当中一起来到祷告，一起祷告这样，哇，举手，哇，真的很感动。这里是坐落在宜兰大理的东北角祷告山，12月才新建完成。因着一位基督徒企业家领受祷告山意向，免费提供教会和个人一个幽静的祷告基地，也在跨年祷告后的1:11举行献山礼拜。我们台湾东北角祷告山，狭义的说就是这里，广义的整个台湾东北角这么漂亮的风景，都是我们的祷告山。那么我们呢的使命就是提供个场地，做这些行政的工作，让我们的使徒能够专心的传道祷告为事。教会的活动太多都在围墙里面了，那刚好听到黄宏朗长老说要在东北角要传福音给看日出的3000到5000个年轻人。我说有这么多的人出来东北角来看日出吗？所以我们就来了一趟。
接着在元旦清晨接力升起萤树光，并举办布道会，弟兄姐妹也邀请附近饭店看完日出的民众前来参加，一起分享新年新盼望，让东北角祷告山的聚集画下美好的回忆。而为了迎接新年到来，本台也制作了跨年电视祷告会节目，邀请了各个教会参与同步直播。节目由跨宗派教会十位牧长带领，一同为家庭、职场、国家、城市等各个领域来祷告，盼望2020年全地的华人能够进入荣耀的命定。为了迎接崭新的年度，本台举办跨年直播祷告会，邀请十位跨宗派牧者带领大家敬拜祷告，以进入命定为主题，期待越过2019的困境，宣告2020要进入神荣耀的命定。祷告会又以家庭、职场、国家、城市、宣教与祷告运动为各段主轴，要回顾2019年各领域的发展与变迁，也要展望未来有正向转变。进入命定是非常重要的，所以耶稣拣选我们就是要我们结出长存的果子。所以教会呢，在2020的时候，不是只有知识上的训练，而是实际上传福音、活出生命的这样一个训练。2020年我们会面对很多的挑战，但是我们感谢神，他与我们同在，我们会继续的走出去，就是宣教，给出人所需要的各种的关怀。我们深信我们靠着那加给我们力量的主，我们可以在很多的挑战当中，我们可以得胜有余的。主啊，我们为家庭有两代合一来祷告，父亲的心要更多的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要更多的转向父亲。主啊，你要拆毁一切当中隔断的墙，使两下合而为一。在祷告会中，青年牧者们也特别为着世代同行来祷告，盼望兴起下一个世代，一同开创新的眼界和局面。而牧者们也呼吁大家一起为着2020年大选守望，要在这里呼吁更多的年轻人为2020的大选来祷告。我们要持续的支持爱家、捍卫婚姻家庭价值，这样子的一个候选人也好，政党也好，进到我们的执政、掌权的位置。我想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秉着上帝的教导来做最好的选择，而不是按照我们的政党的属性来做所有的考量。真理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所以这一个时刻是一个迫切的时刻。我们盼望众教会的弟兄姐妹为着我们的选举来祷告，盼望神能够带领我们的国家选出那最适当的人来带领这个国家，然后把荣耀都归给神。在跨年之际，众牧长们期待一同以祷告数算主恩，带来改变转化，迈开2020年的步伐，使全地华人进入命定。在大选前夕，下一代幸福联盟、全国家长协会以及妈妈盟等单位联合举行记者会，号召民众要以爱家的价值决定2020大选如何来投票，并且公布已经签署爱家政见承诺书的候选人名单。2020，爱家才会赢。2020大选进入倒数的阶段，推动爱家公投的下一代幸福联盟1月2号上午举行记者会，公布签署爱家政见的候选人名单，有将近50位的立委候选人响应，强调爱家力量的展现，也串联各大的政党，要让漠视民意的官员全面下架。这66位呢，其中有13位立委因为没有获得提名，或者是党内初选没有过，而已经下架的有13位，这样子的用765万的名义跟你讲，讲为着咱这台湾，为着这个下一代，我们拒绝成为亚非洲同运势力的牺牲品。合一行动联盟，还有一个是安定力量，那一个是我们的宗教联盟，还有国会政党联盟，他们都要落实爱家公投。幸福盟也制作了各选区的爱家小卡投票指南，在各地发放，帮助民众了解支持爱家的立委有哪些。去年的爱家公投还是要被落实，所以这是跟社会的公益有关。所以我们努力在做的就是说，在这么大家好像比较冷淡不知道怎么办的情况里面，让大家有一个方向，至少你要知道选票怎么投。幸福盟持续呼吁全国民众再次的觉醒，对公投结果不满意的民众要再次的站出来，用实际的选票赢回孩子的未来。
六龟育幼院成立65周年了，已故的杨许老牧师夫妇曾经在民国450年代前后收养了数百位的院童。到了60年代，蒋总统经国先生知道三地育幼院的故事之后，也曾经前往访视。如今受到莫拉克风灾重创的育幼院即将有了新家，一起继续写下山中的奇迹。育幼院孩子们有新家了。2019年最后一个周末，正逢65周年庆及新院舍感恩落成礼拜，社会各界前来祝贺。当新建团队将新家钥匙交给现任院长时，也见证了六龟育幼院从50年代起历经断米断炊、风雨飘摇的艰难，如今传承已故杨许老牧师艰辛倚靠上帝的信心钥匙。他这一生里面，他就是常讲优胜，真是优胜，绝对优胜。知道说我们的神他是至高的神我们祷告有的时候他超过你所求所想。12年前，六龟育幼院受到莫拉克风灾重创，当年98岁高龄杨许牧师凭着单纯的信心向神祷告一个安身的窝，直到关怀台湾文教基金会发起捐款响应重建计划，再次看见台湾最美的风景就是人。当初2013年，其实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老牧师。5月2号，5天之后他的师母过世，21天之后老牧师过世。当时老牧师抓着我的手说：“谢谢你，李先生。”我说：“不要谢我，是那12万的热心的叔叔阿姨们。”他说：“你帮我谢谢他们。”最后他只讲了一句话，气若游丝的说：“给孩子一个安稳的家，我就放心了。”新家的建筑理念是将教堂结合家庭的概念，一个小木屋就是一个小家。再来就是教堂门板打开，就可以连通生活区、公共回廊、餐厅，也都想为孩子创造利他、分享交流的空间。看到这个教堂这么的漂亮，也看到这些房子在这几年当中的等待，终于等到了。让孩子们以后就不会再受这些大雨大风的苦所以真的很感谢六龟育幼院杨老牧师。他就是一个台湾志工精神的表率，整个育幼院他就是一个温暖的家，而且全力让社会大众感受的就台湾的志工精神，分享关怀。在这六龟山地育幼院，104岁老牧师为孩子燃烧一生的写照，还有超过12万民众温暖的爱心，我们将看见故事还要继续写下去。新的一年开始，你规划好阅读书单了吗？根据联合报所做的2018年民众阅读行为调查发现，台湾人阅读书籍的频率不断的下降，而这是不是也会影响到基督徒的读圣经行为和习惯呢？我们来看看以下的整理报道。在阅读行为与习惯改变的新阅读时代，教会如何继续推动基督徒读圣经呢？根据联合报所做的107年民众阅读行为调查发现，有41%的受访者一整年根本没有读过一本书，而没有看过纸本书的人最近一次看书是7.7年前。面对这样的问题，基督教协进会举办新阅读时代的读经挑战讲座，邀请各领域专家、牧者和大家探讨，尝试解决教会正面临的问题。大家都不太阅读的时候，我们要怎么样推动大家去读经？这可能未来会变成张力越来越大，因为阅读这件事情越来越痛苦，而这个张力必然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读经越来越变成仪式化。面对现代人不喜欢阅读的习惯，国际读经会台湾总会提出5大原因，包含现代人追求快速，不懂圣经里的好处而缺乏读经胃口，生活紧凑太忙没时间读圣经，娱乐的吸引力，以及因基督徒身份在新世代中的挑战。读圣经这件事情是一件慢工出细活的事情，这个就已经违反了这个世代的人的需求。再来呢，他们也不知道圣经神的心意何等的美好，要透过圣经来帮助我们。
现代人习惯低头滑手机获得新资讯，究竟该如何鼓励大家阅读圣经呢？阅读人创办人郑君德认为，透过群体的方式读经能培养参与认同原理。清大柯华威教授认为，使用电子载具读经能连接字句功能，找出相似的词汇，使读经更有味道。也有许多教会推动五年读经一次活动，搭配牧羊教材及影片，举办各样背经活动，鼓励大家一起读圣经。帮助信徒读圣经的方法很多，知道全教会甚至于弟兄姐妹多的人一起在同步前进，我相信他们会更有力量，更不容易放弃。你用什么方式其实都是为了有一个最重要的目的，是与神相遇。当然这个相遇在信仰群体，在教会群体当中也很重要，因为我们每个人对上帝的经历都是有限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在群体当中分享，彼此印证。网络科技和影音媒体是不可逆的发展，最重要的还是教会带领弟兄姊妹能安静回到神面前，做一个渴慕神话语的人，操练过信仰扎根的生活。用网络平台收视节目的族群越来越多，本台将在今年推出一系列网络原声的节目，全新的企划、全新的主题，还有会让你惊艳甚至跌破眼镜的主持人，而且只在 GTV YouTube 的专属频道露出，肯定会带给您有全新的看见。欢迎光临丰盛号，穿上了制服，化身成早餐店的员工，细心招呼客人，用爱心制作早餐。牧师今天不讲理，GTV 首创原声网络节目《今天不讲理》，2020年1月即将上档。节目主持人刘子君牧师回想拍摄的点滴，可以说是苦尽甘来。其实这半年真的超级超级辛苦，制作单位根本就在整我，我就是要上山下海，你懂吗？就是去到任何最艰困的地方，去尝试每一个不同的职业。为什么要做这个呢？其实就是让大家有一个全新的体会，就是我们这些做牧者的可以去接触很多不同样的职业啊，不同样的环境啊，让大家看到最真实的一面。我们其实可以做正常的美食啊，为什么要意想不到呢？ My God！ 主啊，帮助我。各位观众，这是一个非常美，看起来就非常美味的吐司哦。完美的将讲到的功力发挥在讲解美食，还要相约朋友来挑战体力，带观众朋友们一窥世界上最小的书籍。每周都会推陈出新不同的主题，让牧师好好体验。牧师，可以给观众朋友们一个非看不可的理由吗？就是你从来没看过牧师做这些事情，你一定要来订阅这个频道。休息。为什么别的牧师拍了节目呢，都帅帅的，我就要拍这种节目。今天不讲理跳脱大众对于牧师的想象，走出了教会，走上了人群，贴近生活的主题，并结合真理，让信仰生活化。今天不讲理邀请牧师也来体验主播台的生活，看到牧师被称为阿柳、阿俊这些有别于讲台的面貌，真的非常有趣。镜头要带您来到以色列，今天圣地面面观系列要带您来认识以色列。在寒冷的冬天里面，犹太教徒会过8天的光明节，来纪念一段对抗暴政、维护信仰的历史。耶路撒冷古城的犹太区这几天也会成为热门的观光景点，吸引许多游客来造访。每年12月，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会庆祝8天的光明节，向神献上感恩，纪念2000多年前的胜利。数千人会来到耶路撒冷，点亮光明节烛台阿哈诺基亚。This is a holiday about spirituality. This is a holiday about values. This is a holiday about connecting to God. So many Israelis come here. Everybody's attracted to the light. 光明节又称为修殿节，记载于新约圣经中。主前2世纪时，外族征服者禁止犹大地的犹太人守安息日，强迫他们拜偶像。而后，马加比祭司家族带领犹太人民光复耶路撒冷，收复并洁净圣殿。然而，当他们要点亮烛台时，发现只剩下1天份的橄榄油，最终竟1连8天都不熄灭。We celebrate the 8 days that the menorah burned, which is a miracle. It was beyond nature, and also the military victory. Every single year, we bring out a table of drinks, and thousands of people come to the old city for Hanukkah to look around and see the menorahs,
and light, and then we give out hot drinks to all the people that come. And the message of Hanukkah is that no matter what happens, our candles burn bright. And like civilizations have come and gone, but the Jewish people are still here. 而光明节的另一项传统是享用马铃薯煎饼和果酱甜甜圈。2019年的光明节期为12月22号到30号，盼望这份象征神迹的光能改变更多人的生命。古代的耶路撒冷城因为是圣殿的所在地，同样也吸引着各地信徒造访朝圣。不久之前，考古学家公开了古城外一段朝圣之路，很可能是2000年前各地犹太人前往圣殿的必经之路。这条位在耶路撒冷、有着圣经高速公路称号的朝圣之路，是古代朝圣者前往圣殿的道路。2000年来，第一次因着考古学家的发现，将重现在世人面前。The places and events and the peoples that make Jerusalem, Jerusalem, for Christians, for Jews, it all happened here in the city of David. This is where the beating heart of Jerusalem is. We're talking about the Pool of Siloam. We're talking about Mount Moriah, the Temple Mount. We're talking about the city of David. The pilgrimage road links them all together.朝圣路的起点从希罗亚池开始，早池约有两个奥林匹克游泳池大，他们会先在这里洁净自己，然后上圣殿山的圣殿敬拜神。The historian Josephus says that 2,000 years ago on the pilgrimage festivals, there would have been more than 2 million people going up on pilgrimage. That's a lot of people who need to bathe. 朝圣路的位置被一条道路隐藏许久。15年前，在一起污水外漏事件后，才发现了这个澡池和其他遗迹。The word in the Bible, the Hebrew words, is aliyah l'regel or ole regel. Now, what we understand that to mean.Is it's a spiritual ascent? You're going up to the temple, going to Jerusalem. It's a very holy place. This would have been like Times Square. You would have had on both sides of the road. And keep in mind, the road is about 3, 4, 5 times wider than what we see over here. You would have had shops, stalls along both sides of the road. This is the center of Jerusalem from a spiritual perspective, from a communal perspective, also from a commerce perspective. One of the major issues of Jerusalem is that it's a living city. All the layers, all the archaeological layers are built on top of one another, and the modern living quarters and everything is built on top of the archaeological layers.挖掘工程经理阿利勒维表示，挖掘这条道路是一个艰巨的工程，因为头顶上有一个现代的社区，每取出一米土壤之后，就得置入一座拱形构造，以支撑上面全部的重量。这条朝圣之路将有一半路程会在近期开放大众参观，并且在几年内全程开放。这将让游客能亲身体验耶稣在世的时候崇拜上帝的感受。随着科技进步，以色列的考古和历史研究也越来越走向数位化。70多年前发现的死海古卷，现在透过网站就可以看到。远红外线摄影下的古抄本还可以显示肉眼无法分辨的字迹。上帝让这些抄本隐藏了2000年之后又再度被发现，是我们很大的提醒。提到死海古卷，许多人就想起靠近死海的昆兰洞穴。这个1947年考古学的重大发现，对犹太教和基督教研究都占有重要地位。我自己认为，神给以色列这个独立，1948年独立的以色列这个国家，最大的礼物就是这个死海古卷。死海古卷很多是圣经，所以我认为神提醒犹太人说：“你要注意看我的话语。”这个重要性我觉得不得了。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Second Temple, about 500, let's say BCE, until the destruction of the Second Temple in 70 CE was a black hole. We had very, very few sources for that period, and now all of a sudden we have 1,500 Dead Sea Scrolls that open up every area of research and allow us to connect dots that we didn't have before between the biblical period and early Christianity.在死海古卷被人发现之前，旧约圣经最早的完整抄本完成于11世纪。死海古卷的抄写年代大约是主前3世纪到主后1世纪圣殿被毁之间，使用的材质八成是羊皮卷，两成是蒲草纸。
我们今天看的旧约圣经是基本上是我们说 Leningrad Codex 最后1008年犹太人不信耶稣犹太人他们所抄的四海古卷、被发现之后呢我们可以对比看看我们今天看的圣经对不对呢发现其实我们今天看的旧约圣经的内容比这一些早1000多年的差不多了对抄圣经这个事情犹太人觉得非常了不起对我们很欣赏他们犹太人不仅在历史上忠心抄写圣经今天也致力于死海古卷的保存透过高科技和基金会的支持以色列古物管理局在2012年底宣布 Leon Levy 死海古卷数位图书馆正式上线每张残片被拍下正反面共56张不同光波下的照片使得肉眼无法辨认的资讯得以被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The scrolls are thought to be the discovery of the 20th century and as such they're very very important both to the Jewish world, to the Christian world, to the monotheistic world on the whole. Okay, and therefore it is part of our duty to preserve them for the future. 秀尔主任以十诫中当孝敬父母这段经文为例 Here's the fifth commandment that says Kabed et avicha ve et imecha, honor thy father and thy mother so you'll have a long and healthy life.展示网站上照片的高解析度和远红外线照片的不同效果。2018年初，研究员也从细碎的残片中发现诗篇的字眼，与另一份残片拼凑出诗篇的经文。We've translated it into Chinese, and so hopefully within the next 2 years, we'll have all of it online in Chinese as well.除了昆兰洞穴的发现，他们还收藏了西元5世纪隐基底会堂焚毁后的灰烬。透过断层摄影，即使是微型文物，甚至被烧成木炭，都有可能重现在世人面前。盼望我们能珍惜上帝的话语，也更留意上帝的作为。以色列死海古卷被视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发现，它对犹太教、基督教以及整个一神教的世界都相当的重要。除了锁定 Good TV 频道之外，也欢迎您在网络上关注好消息国度报道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以及订阅 Good TV News YouTube 频道。谢谢您的收看，上帝赐福您，我们下周见。